嘅足球咁啊嚟到咧，我哋呢个讲香港波嘅环节啦。咁样咧，虽然咧嚟啊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港甲啦，就已经系完成咗个赛事啦。咁样我哋期望紧下一季嘅同时咧，其实咧喺过去嘅星期当中咧，其实都有啲青少年嘅比赛出现咗。咁啊，分别咧就系、是、系。 呢個我哋稱之為啦恒基青少年聯賽，咁就係青少年嘅誒青年嘅足總杯啊，咁啊分別舉行咗咧就係 U 十九啦、U 十七、U 十五同埋 U 十三嘅比賽嘅。當日啊，阿、啊、肯你你有去睇過？有啊，今日啱啱就睇咗三場啦，喺旺角場啦，咁啊免費入場嘅，咁啊。 人數都幾 OK 嘅、呃，雖然就都唔過千啦，都有起碼有五六百啦。咁、嗯、第一場波就係 U 十五就傑志就對標準流浪啦。咁、嗯、嗰場波都幾好睇嘅班細路。我咗就又話其實係兩間球會踢法唔同演繹出嚟，就係、是、好處就係話譬如誒傑、呃、志嘅優點就係話喺中前場睇好犀利，即係同同平時傑志。 誒、呃、A t m、啊、一冠一冠截至作風、啊。係啦，就踢細嘅足球嘅。咁 Andam 就話流浪嘅，標準流浪嘅，就踢啲踢法咧就簡單少少，但問題話誒會係好快速，靠兩邊啊去運個波，丟個波上去，走路老友，咁就會做嘅波出嚟嘅。哦，嗰場比賽嘅比數係幾多啊？誒，嗰場波就係誒和咗波嘅，跟住二比二和嘅，跟住射十二碼就誒傑志就贏咗嘅。OK，跟住之後咧，同樣喺旺角場咧就有 U 十七嘅比賽啦。咁啊嗰場咧就係如院對。 对东方啊，呢场波啊，米之乐对东方嘅评价非常之高、啊。系啊，因为嗰场其实东方，严格嚟讲，东方就系话，诶、呃，佢有诶、呃，丙咗球员有两一两个球员在踢紧啦。咁其实成队。 波咧，因為誒舊年我都有睇開誒並州東方比賽啦。其實佢踢法模式係又係倒冇一樣嘅。咁嚴格上又係誒係咁攻啊，係咁走，全部靠走動嘅。班球員拼請好啦，咁而贏誒愉園唔係話真係好差，但係因為愉丸誒、呃、關鍵嗰就係話冇人派牌啊。咁東方就係話阿阿姚明啊誒、呃、就落好噶啦，咁就話去派牌，咁做一啲波出嚟，分到波而去贏波。咁嗱呢樣嘢分別就係、是。 誒、呃、有冇一個人能力去做一個即係做做啲分波嘅嘢係顯現咗出嚟啦，同埋加上如遠、那個 keeper 咧个誒就即係輸啲波，輸第三球先，第咁第二第三球波咧即係核突少少嘅啫。嚴格上嚟講就話東方贏波係幾合理咯。 系啊，所以嗰日咧，東方咧就以四、啊、比零咧大勝咗愉丸啊！咁啊，雖然作為愉丸球迷啦，咁、啊、誒，但係佢亦都能夠入到決賽。其實嗰班波嘅質素唔係差嘅，只係東方呢更勝一籌。咁啊，喺呢場比賽當中咧，都睇到其實呢班青少年呢係有啊，即係前途嘅。咁啊，當然除此之外，仲有 U 十九啦，嗰場比賽呢，就喺、是、呢個元朗飛馬對深水埗喎。啊，呢一場波就上半場就較為冇咁精彩啦，因為 可能、呃、大家都係、呃、要以防守為先啦，咁因為少必講，因為佢有翻即係咁嘅年紀啦，咁去踢一個決賽，去防守少少，save 少少，唔去主力進攻係合理嘅。咁上半場領先咗、呃、啦，就係誒就新美報啦。咁 m n d a m 之後咧，就下半場就咁元朗飛馬、呃、就局要攻噶啦。咁開始大家咪嚟一,一球，一球，來來往往，結果就係、是呃、就係、是。 深水埗贏咗四波，一，係啦，同埋最後嗰兩球波，相對嘅都係世界波嚟嘅，都掛網，係完全冇得救。冇得救，誒冇得救嘅。咁你講真，你真深水埗贏係贏啲咩咧？咁當然啦，有啲甲咗球員在陣嘅，去以幫手踢場波。咁、嗯、當然係會掄喺對波啦。咁但係反觀啦，原來飛馬輸咗波，誒、呃、班小朋友希望聽到嘅話就唔好氣馁咯，因為你哋嘅拼勁咧，誒、呃、所有在場球迷咧。 都拍爛手掌嘅，咁你哋其實唔係咁差，咁至己嗰時可能有啲把機會啊，又或者防守上得唔夠理想，而導致輸，即係導致好。咁好咯。嗱，咁啊嗰日咧舉行咗咁多場嘅、嗯、啊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青年足總杯嘅決賽啦。咁從呢幾場波睇唔睇到香港嘅青訓其實有冇得搞咧？有得搞嘅，咁絕對有得搞。咁、嗯呃、我想講下小姐就話，其實、呃、哥哥提話而家好興話熱刺足球啊。 好成功啊！系，而且系喺传媒上边嚟讲，大家都系叫做吹捧紧杰志嘅啊青训啦，搞得好好啊！即系之继之前诶、啊、主引入咗巴塞嘅训练模式啦，咁、啊、到而家叫做独立咗起上嚟嘅杰志足球训练嘅学校啦，咁、啊、好多人都觉得，咦，系咪好期望杰志会、啊、即系叫做突围而出呢？咁系咪有冇咁嘅情况出现呢？诶、欸，突围而出就。 唔可以咁樣講啦，但係咁講，阿、啊、k a n s e r 真係、呃，其實每一因為其實每一支球隊，譬如標準流浪、東方、愉園，其實入得嚟嗰扎球隊，誒愉浪飛馬都好啊，深圳維也好，其實每一支球隊都有獨特嘅風格去做嘅波，即係呢、呃這個世界上冇可能你一支球隊獨大嘅。當然，呃、即係巴塞啦，即係決戰模式用到巴塞模式啦，係會近期即係、就是、會誒、呃、起起個話。 誒、呃、話題啦，咁、嗯、佢做一隻波出嚟，譬如踢得好犀利啊，誒好一好嘅風格去踢每條波，基本上誒幾、呃、次踢法就係話，誒、呃、個球員質素只要唔係咁參差，擺任何一個人去踢咧都冇問題嘅，因為佢哋其實踢法都係打、呃、小組踢法啦，咁分明唔咁大。咁譬如流浪啦，流浪因為本身因為嗰日啦，我就誒即係冇出場名單啦，我淨噏得出話流浪有個十號球員啦。 咁就好好波嘅，咁佢就前锋嘅，咁亦见到流浪嗰日同阿菲利波倾嘅话偈嚟啦，喂，咁你标准流浪班细路都几波啊？诶、哎，一般啦、啊，佢都讲嘅话，诶、呃，其实而家嘅香港足球咧，诶、呃，搵好嘅球员咧系好困难，就其是呢个年纪啊。佢咁我当然咪点解先啦。咁佢话，诶，嗱，以前可能我一队波里边，诶、呃，廿二个人啦，运用廿二个人计啦，诶、呃，可能我会搵到四至五个咧系好好波嘅。 但係而家嘅趨勢咧，誒、呃、只揾到一至兩個叫 O K 嘅，咁、OK、其他都係未夠，唔係話冇波係未夠嗰個級數咁咁 sharp 嘅。咁佢話建基於有原因，一來咁多間球會都係搞清訓啦，問一班人啦；二來嘅家庭環境啦都好重要，因為好多細路仔踢踢下波，啲父母就喂唔好踢啦，誒、呃、考試啦，或、呃、者、呃、出外讀書啦，咁而導致一個問題啦。咁啊當然啦，誒即係。就是 大家都明白嘅，即係喺而家嘅青少年环境当中，要吸引佢哋踢波咧的，而且确唔容易。咁但係咧就即係、就是、正如头先亨你话斋啦，我觉得就係而家喂睇到其实唔同嘅梯队、就是、啊，即係啊，截至未有顯示佢独大啦。咁但係其实佢譬如 U 十七佢都入咗四强嘅。咁诶、呃、其他嘅赛事都表现得唔错嘅。咁啊，另外就係各支球会其实都有一定嘅梯队咧，就係、是、表现係出色啦，入决赛啦，甚至乎好似啊头先我哋都强调。 個嘅東方佢哋能夠啊，即系揾到一個即係甚至係職業聯賽嘅踢波嘅模式，就係、是、套用翻喺班靚仔身上。班靚仔其實都係有前途嘅。咁咁啊，至於就係頭先講嘅 U 講個 U 十九啦，誒有一啲就係有個甲組經驗嘅人，甚至落去帶捏住隊波去踢。咁、嗯、我所以見見到咧，其實而家係。 百花齊放啊！即係百家爭鳴，唔會話淨係一家獨大。咁啊，每一間球會都有自己即係可以表現到出嚟嘅踢法，同埋有自己培訓到出嚟嘅靚仔啦。咁我哋可以期望咧，嚟緊嘅啊嚟緊幾年啦，應該會再有唔同嘅靚仔出現。咁係。 刺激一下港甲咁啊，令到成個嘅賽事更加精彩啊！同埋精彩之餘，又希望話香港嘅足球水準會提高啦。啊，想講翻少少就是東方啦。東方其實個優點好處係咩咧？因為阿、啊、和哥啦、阿、啊、鐘浩然啊、阿阿誒阿阿雞嗰扎咧，即係佢哋本身都會落場去踢波噶嘛，踢丙咗嗰陣時，但係都會教個班細路仔一啲踢波嘅方式嘅體能上嘅嘢咧。見到嘅意識上咧，呢樣嘢係好緊要。即於話有經驗嘅球員。 去教班細路踢波咧，好处又话：「喂，我阿、啊、Sir 都做到啦，点解你做唔到？佢哋班細要服嘅。O K，咁啊，除咗呢一个嘅青少年诶、呃，即係啊足总杯之外咧，咁、嗯、其实咧我哋仲有啊、呃、U 廿二嘅比赛。咁、嗯、啊过去咧就喺呢、這个，做一日<的>啊，系日啦，六月十六号嗰日咧，其实就诶、呃、香港代。 就派出咗 U 廿二咧，就參加呢一個嘅港澳浮際賽啦。咁樣咧就誒順利以三比一咧就擊敗咗澳門代表隊嘅。咁澳門咧嗰場波咧其實就啊唔係纯 U 廿二嚟嘅，咁都有啲係啊即係叫做啊、呃、大澳腳啦即係大啊即係正規嘅澳澳門嘅代表隊嘅成員。咁啊呢場波當中咧其實誒、呃、都。 順利贏咗，咁啊雖然就大家睇翻片啦，就覺得啊有個別球員就獨食咗少少啦，咁但系呢樣都唔影響嘅。咁佢哋呢場波咧踢完之後咧，其實就係原來為嚟緊嘅比賽作準備喎，係咪啊？係啊，嗱嚟緊啦，咁其實誒本身咧就有一個誒、呃、U 廿二嘅比賽咧，就去老窩咧就踢誒一個叫做誒二零一三年啦，誒、呃、亞洲足協廿二歲以下嘅錦標外圍賽啦。 咁就嚟緊，就係六月廿三號至到七月三號啦，就喺老窩嘅首都嘅萬象舉行嘅。咁咁啊，喂，我講有邊一扎球員入選咗啦？廿二歲咁，譬如守門員周文輝啦、邱于明啦、袁、呃呃呃、袁浩俊啦。咁跟住後衞就阿、呃、李樹陽啊、誒阿黃新啊、阿、呃、袁浩南啊、梁冠聰、陳湛希、李毅海、方柏倫啊。中場譚樂軒、誒陳少君、顏樂峰。 李家豪、刘卓谦、蔡国威、李家耀、黄威、陈柏恒、罗广威、前锋嘅林诺希、夏志明，同埋诶得十九岁嗰个就系曾房曾建房啦。O、okay, K，哇你诶咁啊，其实而家呢一班球员咧，嗯、即系听落去有好多其实都有夹诶讲格经验，大系啊，其实主要系深水埗加港青嘅。 诶，合体嚟噶，所以其实一定。如讲经验嚟讲，佢哋唔舒蚀嘅。咁但系就系头先讲到啦，话佢哋要几多日踢几多场波啊？佢哋、呃、十一诶、呃、踢五场波嘅。咁嗱，分别啦，佢哋其实诶个赛程又话六月廿三号啦。佢哋分别要对边五队。O K O K，简简豪寨啦，中国啦，朝鲜啦，老挝、泰国嘅。 哇！咁其實即係如果要十日入面對齊晒呢五隊，其實都唔少嘢喎、哦。頭先我哋係咪即係都會覺得，喂體力上即係唔好講技術層面先，<的>體能方面你覺得佢哋應唔應付得到啊？體能上我都擔心㗎，因為一來嗰邊天氣點適應到啦，二來佢哋十日裏面，誒或多或少踢咁多場波，都有機會受傷噶嘛。咁最緊要樣嘢咯，踢比賽嘅。 仲有機會係攞、哎、牌，一停賽嘅話，邊個陣適唔適應到咧？其實呢樣嘢係我都幾擔心班球員適唔適應到呢樣嘢咯。你點睇走台啊？其實我就反而呢個就唔算過分擔心嘅，我就希望佢哋即係啊。呃 尽量去踢，放開嚟踢，即係其實相對嚟講，我哋唔會話好期望佢哋有好過啊，即係突出嘅表現，或者係即係全勝歸隊，即係歸來。咁我哋唔會咁樣，即係有啲即係叫啊、呃、過分嘅期望啦。咁啊，即係希望佢哋踢好啲。咁啊，即使佢哋啊面對住呢啲球隊啊，喺體能方面點樣學會流放咧？咁我覺得呢件係一件好事嚟嘅。咁喺咁緊密嘅。 賽期當中要踢五場波呢我都期望佢哋呢就係、是、誒能夠應付到個呢個體能，因為其實始終後生仔嗰個嘅回复係會快啲嘅。咁我相信佢哋應該可以有唔錯嘅表現。頭先正如講啦，佢哋都係啊港青再加深水埗嘅混合體啦。佢哋今年港甲其實大家會覺得佢哋嘅體能方面唔算即係、就是、覺得好有問題啦，或者跟唔上甲其他甲組會咁，我覺得呢件事呢，亦都係啊值得我哋去留意啊。